其实有口语，其实口语也是分成其实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班。这我们是春节活动是吧？包饺子，是让学生怎么说呢？来公司县体验，中国文化。但是当然是其实不限于那个包饺子，就是茶艺啊，茶文化。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即时差异课，不只是学书法，还学中国古典文化，中国即时传统文化的知识。这也是让人家即时了解这个中国思想的一些什么方方面面，是也是比较即时关键的。有的人说孔子学院主要是要授汉语，是授汉语，其实汉语是一个桥梁是吧，是绝对不限于只是简单的就是授语言，而我们把整个这些就是综合性的和相关的知识都要给学生做系统的介绍。所以除了就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系统性。所有的东西你无论做什么事情是吧，都要做的系统，这是我们的一概用的是就是一律是用的就是这个原则。无论教授课茶艺啊、书法啊、语言等等，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中。我的名字是拉丽莎，我已经学两年的汉语，我学汉语，因为我喜欢看中文的电视剧，中文电视剧，所以我喜欢学汉语。你好，我叫马德霞，我学习我学习了大约两年的汉语，我觉得汉语很好听。我叫奥布列戈，是一名艺术家，今年前我打算证明自己，因为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我从小的时候我想学习中文，我已经学了四年半的汉语了，学习中文非常有意思，现在我把学中文当成我的爱好，